过去有被这个流出的录音档或者总统的指令吗？那个股东个人的行为跟他公司的经营是两回事、我们特别拜托邀请了金普聪前理事长来担任了选举竞选办公室的执行长。那个股东个人的行为跟他公司的经营是两回事。我们特别拜托邀请了金普聪前理事长来担任了选举竞选办公室的执行长。这场仗是非常艰苦的仗，但是我愿意尽我个人的力量来帮董事长打。